它好像那个我在小时候看牙医有没有，它那个椅子这样直接让我们到一个很舒适，就像商务舱一样，它可以让你更加的平躺。以前可能我们坐在后面的时候就会说，哎，你们前面冷气可不可以就是给我们后面吹一下，不然后面真的很热。就现在这个就不用这个问题了。每一边开车调的也很烦啊，对不对？对。您锁定民视第一台，每周一至周日晚间九点；民视无线台，每周一至周四晚间十一点。时来运转，台北合众汽车冠名赞助。